这也讨厌香港人跟韩国人。韩国人最讨厌，对啊，全世界都讨厌。看有够久的，韩国人，这边也要看一下，然后要走到那边再看一下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拔个草料，就一推，干嘛的？还差一根杆子。这个韩国人啊，那个啊，韩国人有礼貌，比韩国人有礼貌，又没礼貌，又没礼貌，又爱玩，又讲话，又粗鲁，哇，讨厌的要命。我们在美国，从我来澳洲，我都最讨厌的韩国人。不知道为什么太久，然后把我朋友的把手开，但也故意开短，知道吗？我靠，他那个前面那只韩光不爽，那个将那个打了个下底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他们讲，他们拿着摔过去，开始就看到车两个人跑着，他都打追啊。而且韩国人他骂老婆，就骂大陆人骂儿子的话，还骂的凶。大陆人也说是老婆在骂老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，加油加油！Okay.
三日运动太多了，又打高尔夫，又打那个。这边可能他这边可能好像有点伤到。Thank you.
失去我的麦克风，我不要。